是玲玲是吧？干什么啊，阿姨？我要报警了！你报呀！你让警察来评评理呀！我告诉你，我是罗子君的妈妈，陈冠生的丈母娘，我让警察来看看你这样的败犬。伤风败俗要是放在古代是要进猪笼，全堂的，全堂的。阿姨，你给我放尊重点。结束。果果再来一遍。再来一遍。记不住了。